出家的地方，时间一点一滴伴随我成长，记忆那幅画在脑海里游荡，青春我们真的不一样，青春的肩膀可以靠勇敢去闯，热血少年在路上，梦想就在前方，有你的能量改变世界的想象，我们就这辆那傻大哥的车，马上放学了，他肯定得骑着车回家。到时候，看风。搞定没？别催我，你负责把风就行了。这回那傻大哥有苦吃了，体育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看他怎么跟我们班比。就是，走。李晴，周末干嘛？看我们家出小子呗。你干嘛呀？你这是当姐还是当保姆啊？没办法，爸妈都不在家，我这姐姐只能又当爹又当妈喽，没劲。哎，要不然我带上我们家一号，带上子瑜和洛西，咱们出去玩吧。真的，爱你么么哒。我这叫他们安琪。安琪啊，我帮你洗洗手。今天我就不踢了，周五要早点回家，要不我们等周日再去踢吧。别吧。这么扫兴，一起去。你不去的话，我也不去了。你真不行，下次吧。哎，别叫君阳去了，他明天还有事儿呢。忙着开心。那找找其他人，怎么样？抱歉。俊阳的班主任，他伤得怎么样了？看目前情况，少说都要三五个月才能恢复，近期的话不能激烈运动。这么久，那校友会怎么办？恢复情况还要看个人的体质，运动会的话有点悬。你现在啊，就不要再想运动会的事情了啊，现在最重要就是你的伤。我现在就联系你的家长，带你去医院检查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你先听杜老师的话，先把伤养好，运动会的事情还有我们呢。哎，参加我发现什么大新闻了？别卖关子，赶紧说。我刚在医务室听见八班那个傻大哥因为腿受伤要退出运动会。真的假的？怎么受伤的？这还得多亏了我的主意啊。你出什么主意了？就上周五，我俩去把那傻大个单车的刹车给卸了，亲眼看他摔了个狗吃屎啊！谁让你做的？哎，不是，
不这么做的话，他能正常退出运动会吗？你做的太过了。怎么过了？运动会你不想赢了？我不需要这种方式赢他们。校运会，俊阳受伤了，我们班这次肯定会输的。早知道就不答应跟一班较量，这下丢人丢大。咱们训练还要加把劲儿啊！岳阳都受伤了，你们还不好好训练？咱们班是准备垫底了是吗？我的老腰啊！行了，你扶的地方都剩。你还笑？你有没有同情心？没有。行了，都别笑了。都怪你们懒懒散散的。哦，那怪我咯。你们输给一班，你们甘心吗？你们就不能争口气吗？可是我们这个情况确实比不过一班啊。我觉得洛西说的对，我们跟一班差的确实太大了。唉，要是当初君阳不答应跟一班较劲就好了。君阳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我们八班能出口气？你们想一直输给一班，被一班瞧不起吗？你想输给林风雨，继续被欺负吗？不想。那你呢？我也不想输。既然大家都不想输，我觉得大家都必须得加强训练。我们不能输，来。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慢点，慢点。先生，没事吧？我们班和一班的差距还是很大，我不知道怎么缩小这个距离啊。别着急，办法还是会有的。什么办法？如果我们全班的总运动能力值为100分的话，俊阳一个人就占了50分，所以其余的人，有的为8分，比如默默；有的为5分，比如曹鑫。啊，你这设定不对啊！凭什么我才5分啊？闭嘴，这不重要。有的为2分，比如吴文；
其余的人最多就能凑够50分，现在去掉君阳，我们还是只能拿到50分。那怎么办呀？听我说完，别着急。如果现在君阳辅助我们训练的话，拿2分的就能拿到5分，拿5分的就能拿到7分，拿7分的就可以提升到10分，所以我们还是有可能拿到100分的。嗯，有道理。哎，不对啊，凭什么吴文进步3分，我进不了？闭嘴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否能战胜1班，关键就是要看我们的训练强度，还有君阳你的领导。君阳教大家训练就是不一样啊！大家，怎么了？我有一个请求，我想参加我们班4×100的接力赛。不行，你伤还没好呢。你们看，我已经差不多好了。医生说，每个人恢复的时间都不同，我本来底子就好。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真的可以吗？相信我，我真的想为班上做一点事情。哎，大家停一下！你干嘛？下雨了。这点雨怕什么？好、哦、好、啊，哎哎哎哎，慢点儿，小心点儿。哎，不练了，不练了。要不我们先回去吧。这样吧，男生继续练，女生休息。啊、不是吧？人家不想淋雨。我陪你们，我也来，我也是。人家都是雨中漫步，我们倒好，雨中赛跑。少啰嗦，我还没试过这么跑步呢。为了8班的荣誉，拼了！拼了！快，小心！1、2、3，加油！君阳，你跟我们一起正常吧。我还是不跟你们去了吧，我这样去会被人笑的。怕什么？我们可是一个整体，怎么能少了你？君阳，一起去吧，我们班不能没有你。对啊，君阳，你快回来吧，需要你。回来吧，君阳。回来吧。
开始了耶，看他还激动呢。所有运动员本着更快、更高、更强的运动精神，争取优异的成绩。下面我宣布，志鹏实验中学夏季田径运动会现在开始。138号，吴文，吴文，别怕，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就行。没事吧？还有我呢。118号，默默。加油，默默，加油！143号李清强6米3，118号默默7米1，124号王玉3米1。本届运动会即将进入尾声，通过了一天的比赛，高一年级目前是高一1班和高一8班并列第一。接下来的胜负就是最后一项混合4×100接力跑的结果了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小威哥，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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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预备！这真好笑啊！
位高级女同学啊，来。其实这次比赛幸好有旁边的军阳帮助，不然我们一班也拿不到第一名，所以这个奖杯是属于我们大家的。李夏，今晚能来体育场一趟吗？晚上见。飞翔的翅膀，梦想的眼睛带我寻找诗和远方，透明的心灵带我拥有磅礴的力量，眼泪化作星星在夜空闪亮，爱在不远处家的地方，随我成长，记那幅画在脑海里游荡，青春我们真的不一样。